皇后娘娘驾到！清平身，禀皇后娘娘，皇上既然无力上朝，病愈后龙体也不知如何，皇后多年一直陪同皇上亲自上朝，甚得民心，不如恭请皇后暂为摄政，清宫政务，待将来皇上病愈后，皇上和皇后以二人为例。国无二君，本宫再担皇上一政，匡扶朝政，只是权宜之计。待皇上康复之后，就会交还皇上。身为重臣，居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娘娘恕罪。来人，杖打50人。娘娘饶命啊！走走，娘娘饶命啊！禀娘娘，叛徒云石、巨文已勾结蜀地，意图对我朝不利。请娘娘早做防范。本宫现在决定调动兵力以备防范，命方灵镜接管黄明鬼兵权，进京护驾，等黄明鬼回京之后再交回兵权。方灵远已恢复原职，一并回京待命。众卿家有何异议啊？娘娘英明。方婕妤到。英姐姐，徐妹妹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听说您这儿的侍女比皇后娘娘寝宫还多，所以我特来见识一下。果然很多呢，姐姐，没想到你有这般福气呀！看来皇后娘娘是怕你轻生，所以才会让这么多人看着你，你说是不是？姐姐，你的命很金贵呢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就出去。当然没说够。你不知道你舅舅要造反了，好戏很快就要上演。小姨，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，你这人太不厚道，要趁本宫来看你的时候咬舌自尽，你要陷我于不义啊！参见方娘娘。对付你们的人来了。何同以前来有何要紧的事吗？把他们两个拿下。啊！
皇后娘娘吩咐我，只要保住你这条小命，其他的我一概都不管了。来，不要，不要！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，方娘娘。怎么了？卑职已经照您的吩咐，用马衔锁住了云贤妃的嘴巴，不让她咬舌自尽，更为她周水冲击，让她苟延残喘。娘娘饶了云贤妃吧，她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已经扛不了多久了。娘娘，求您了。住口！我现在只是把你幽禁，并没有将你像云贤妃那样处置。我这样做已经是皇后大了。娘娘，你借着皇上病重在身，假公济私，把我跟云贤妃囚禁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让他住口！是。本宫亲自为你喝粥，简直是三生有幸。